佢哋嗰個即係、就是、個安全意識俾我嘅感覺係爭啲嘅，係啦，因為因為其實做得呢一行就比較年紀大啲噶嘛，即係好似我爸爸咁樣啦，71歲咁樣啦，咁但係佢哋係一個人處理曬成棟嘅大廈嘅垃圾啦。因為頭先佢話真正嘅職安就冇上過嘅，但係就佢話每三個月到就開一次，但即係同咁多同事開一次會咁樣，即係希望都各位即係屋苑嗰啲管理公司都可以幫幫手，即係我唔想再有第二個老豆會出現啦，即係都每個人都開平平安安翻工放工咁樣咯。